新闻继续要提供的讯息是天王周杰伦的创作伙伴方文山首次执导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5月13号到18号将要来到罗东文化工厂取景拍摄音乐节，所以现在是广邀宜兰乡亲参与拍摄，来当群众演员。现场将有柯友伦、徐若瑄、魏如云共同飙戏开唱，来一睹明星风采。由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其中有一场音乐节的场景将要来到罗东文化工厂拍摄，时间是在5月13号到18号的上午7点半到下午5点，但现场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剧组广征宜兰乡亲参与拍摄，现场将有柯友伦、徐若瑄、魏如云共同飙戏开唱，更难得的还有机会亲耳听到林志炫的歌声，一睹明星风采。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部电影的这个一场戏，好，欢迎各位乡亲来报名，5月13到5月18这六天，不仅你可以做观众，也可以来演观众，你会看到亚洲各国真多真有名的这个演星和歌星都会来现场来演出，而且各位你也会看到最近在大陆参加比赛那个林志炫，他也来到现场，还有天团在这里卖个关子，听说有韩国和大陆的天团。这是一个乡亲纠团拍电影的难得经验，报名得附上个人基本资料，以电子邮件报名或直接电话向剧组询问。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从报道。